观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收看《热点追踪》，我是林夕。今天是美东时间十一月二十八号，星期四。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同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希望之声》TV 全体工作人员衷心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厚爱。 同时特别感谢所有为我们捐款的观众朋友，尤其是 T 先生的慷慨大额捐助。希望之声 TV 将不忘初心，第一时间为您传递真相。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与信任。希望之声 TV 属于大家的平台。好，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欧洲七国联手援助乌克兰，防止核战争爆发；美国对抗中共新棋局——洛比托走廊项目。 新西兰有望加入澳英美安全协议。奥库斯，大众汽车出售新疆工厂，回应国际人权争议。十一月二十七号，欧洲七国首脑在瑞典哈普松德峰会后联合发表声明，重申将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一决定是在俄罗斯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和对西方威胁背景下做出的。联合声明中，七国集团表示。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特别是在提升其防空能力和增加军事装备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在会上发出警告，强调西方绝不能被俄罗斯的停火提议所诱惑。他明确表示，不要抱有幻想，同意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让乌克兰中立、非军事化，或者接受已经被吞并的领土，可以换取区域的稳定。他进一步指出。 这种妥协将可能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正在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加强对俄罗斯的军事压力。他提到，北约理事会昨天召开会议，讨论了应对俄罗斯新型弹道导弹的能力。今天，北约秘书长与我继续商讨可行的反应措施。在全球军事援助方面，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将继续获得来自西方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的新增援助。美国总统拜登已向国会提出请求，要求批准向乌克兰提供二百四十亿美元的援助。更有建议认为，在此时此刻，美国应考虑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以增强对俄罗斯的威慑力。二十七号下午，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发布声明，由他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会议幕僚长。 退役陆军中将凯洛格出任总统特助和乌克兰及俄罗斯特使。凯洛格曾告诉乌克兰：“不上谈判桌就断援助。”也告知俄罗斯：“必须参与谈判，否则将协助乌克兰在战场上歼灭他们。”他反对美军介入乌克兰战争，认为应专注对抗中共。同时，美联社十一月二十七号报道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即将卸任的美国民主党政府。” 希望乌克兰把服兵役年龄从目前的二十五岁降到十八岁，以缓解兵力不足的问题。针对西方国家的联合行动，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扎哈罗娃作出响应：，若西方在乌克兰部署核武器，将使世界走向灾难的边缘。西方国家不要低估核战争带来的后果。还声称，如果美国在日本为保护台湾部署中程导弹，俄罗斯将视其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并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外交部长乌梅罗夫也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讨论朝鲜可能直接参战的问题。乌梅罗夫在访问期间寻求加强双方的安全合作，并表示期待韩国能提供防御性武器的支持。韩国方面则表示正在认真考虑这一建议，以便加强地区安全和稳定。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 布鲁诺·卡尔在同一天的柏林会议上也发出警告，说俄罗斯针对西方目标的破坏活动可能最终促使北约启动第五条共同防御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如果北约成员国遭受攻击，其他成员国有义务进行军事响应。卡尔指出，随着俄罗斯加大混合战争手段的使用，北约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他特别提到。 网络袭击和与俄罗斯相关的纵火案件等行为已经频繁出现在欧洲。虽然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但西方情报机构坚信这些活动与莫斯科直接相关。卡尔表示，根据他收到的情报和专家评估，俄罗斯高层对于北约是否会真正动用第五条存在疑虑。尽管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但他强调，如果莫斯科采取激烈措施攻击北约成员国，目标很可能不仅仅是领土占领，而是试探西方的反应，尤其是在是否会动用集体防卫条款方面。他进一步解释，俄罗斯的目标是打破西方的团结，削弱北约的威慑力。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只要第五条在俄罗斯发动攻击时没有得到执行，他们就能成功挑起西方的分裂。他说。 俄罗斯不会派遣大规模的部队进攻，而是可能通过派遣小规模的“绿色人”部队，伪装成保护俄罗斯少数民族或调整边界来达到目的。同时，欧洲七国均承诺继续与乌克兰密切合作，确保其在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时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并在政治、经济及军事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十二月初访问安哥拉，重点推进一个目的在于对抗中共全球影响力的基础设施项目——洛比托走廊。这一项目标志着美国在非洲的重大投资，也反映了美国与中共在非洲争夺发展影响力的激烈竞争。洛比托走廊是一个耗资五十亿美元、涉及多个领域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目的在于振兴并扩展一千三百公里长的本格拉铁路线。该项目连接安哥拉的洛比托港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计划在后期延伸到赞比亚。这条路线不仅是安哥拉经济复苏的关键，还将成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获取战略矿产的重要通道。自中共二零一三年启动“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已经在非洲建立了融资网络。与此相对， 拜登政府于二零二二年推出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PGI），目的在于为全球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更透明、更具可持续性的融资方式。洛比托走廊被视为 PGI 计划的首个重大成果，也是美国应对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关键。洛比托走廊项目的融资大部分来自 PGI。 这一计划是七国集团提出的应对中共基础设施投资模式的举措。这一战略项目得到了安哥拉总统若昂洛兰索的支持。安哥拉目前约见中国一百七十亿美元，这些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 PJI 计划不仅仅聚焦在安哥拉，还扩展到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美国与其七国集团伙伴计划到二零二七年筹集六千亿美元。 以替代中共提供的贷款模式。同时，美国政府反驳了有关期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仅限于洛比托走廊这一点。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 p g i 计划不仅关注非洲，还包括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区。这一全球计划所承诺的六百亿美元融资只是开始。美国通过 p g i 和洛比托走廊等项目，力图在非洲大陆与中共竞争。 并确保其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领导地位。随着这些项目的推进，未来几年内，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资源获取方式可能会发生深远变化，而这一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近日，关于新西兰希望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奥库斯）的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新西兰表示，正在收集信息。 以了解与奥库斯组织未来的可能合作。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多夫·卢克森本月早些时候曾表示，如果新西兰决定加入奥库斯，中国的任何潜在响应都不是我们考虑的因素，而新西兰是否参与其中是我们继续探索和参与的话题。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环境日益紧张之际。 必须权衡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持中国长期贸易伙伴关系之间的潜在冲突。去年九月，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表示，他们正在与新西兰、加拿大和韩国进行磋商，以确定在奥库斯第二支柱框架下就先进能力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奥库斯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于二零二一年达成的一项两阶段防御协议。 作为抗衡中共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一部分努力，卢克森去年十二月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我们有兴趣探索奥库斯的第二支柱，特别是其中涉及的新技术和对新西兰参与可能带来的机会。”当时，卢克森表示：“随着新西兰面临一个更具挑战性和更复杂的世界，与新西兰唯一的正式防护盟友。” 澳大利亚建立密切的安全关系是非常根本的。奥库斯的第一阶段目的在于向澳大利亚交付核动力潜艇，而第二阶段侧重于提供先进能力，并在网络、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水下领域等国防技术领域的合作和共享技术。在新西兰希望加入澳英美安全协议奥库斯之际，中共试图通过控制或监视在新西兰的中国侨民。 破坏新西兰的民主，对他国进行干预。新西兰在安全问题上对北京的立场一向比五眼联盟的其他伙伴更为温和。然而，在中美争夺太平洋地区影响力之际，卢克森本月访问纽埃和斐济前提到，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越来越动荡。尽管新西兰的加入会激化与中国的关系，但新西兰此时正在为其今后的长远利益做出考虑。 十一月二十七号，在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广泛批评和制裁压力下，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宣布，将出售其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汽车制造工厂，正式退出该地区的业务。大众汽车此次推出新疆的决定。 源于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在新疆涉嫌强迫劳动和人权侵害的指控，尤其是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已将与新疆相关的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强迫劳动实体列表，并禁止这些公司及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二零二一年，美国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明确禁止新疆生产的任何商品进入美国，除非供货商能提供明确证据，证明其供应链中不存在强迫劳动。大众汽车在新疆的工厂自二零一三年开始运营，曾为其桑塔纳轿车进行组装。尽管大众汽车在之前曾公开表示，经过审计未发现工厂存在强迫劳动的直接证据，但面对外界日益加大的批评声浪，企业决定出售该工厂。 以降低政治风险并消除争议。此次出售的合作方是中国的上汽集团。随着全球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大众此举也反映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企业经营决策面临的压力。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西方国家对新疆人权问题的关注在不断升级，尤其是在中共政府在教育营和强迫劳动指控上。 根据人权组织的报告，至少有一百万人被关押在所谓的“在教育营”中，许多人被迫进行劳动。此外，美国政府继续采取严厉措施应对中共的新疆政策。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号，美国将二十九家与强迫劳动相关的中国企业加入实体列表，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制造的制裁力度。与此同时，欧洲也在考虑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以应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市场竞争优势。随着外界对新疆地区人权问题的持续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际形象已成为全球投资者和消费者评判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准。大众汽车的这一决定也意味着它将更注重全球市场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并在未来的经营中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您就今天的新闻话题在视频的下方留言，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